关不了，关不了正，这关。各位同学，大家好，啊！从我现在可能讲话的声音也好，从气色也好，大家应该可以清楚的知道，我的欧米控大概已经被我解决的差不多了。不过这个病毒呢，嗯，有点这个弱，又有点孬，它的特性呢，有点像蔡英文的这个诈骗集团，就是说它不是那么来势汹汹，可是呢，它却很会躲藏，很会伪装。 很会歹戏拖棚，很会好死赖活，就是他会拖得蛮久的，可是症状没有那么强，也不会让你太不舒服，这就是他的生存之道。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满满的来谈论文们最近在英国端，在美国端，Michael Richardson 谍有斩获，怎么说呢？你从他最近几天，在一个星期之内。 应该严格讲起来，在五天之内连续发了两篇 Richardson Report，而且呢语气相当的坚定，非常的开心的跟大家报告几个事项，就可以看得出来，最近在英国端叠有斩获。好，我们先从三天前的一篇发文先看起，这篇的标题叫做 University of London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Shifts Blame for Cai i n g w e n s Missing PhD Thesis。 From librarians to examiners contradicting the school's early statements，这句话整篇的意思是说，英国的这个伦敦大学，他们的资料保护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他们的资料保护包括了资料的呃储存、资料的运用的最高主管，把。 所有蔡同学的事情的光怪陆离的责任，从图书馆员转移到了外部的口试委员，而这件事情完全的抵触了学校早期所发出来的声明。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很有趣哈，它其实整个轨迹跟台湾的教育部所做的事情几乎是如出一辙。各位还记得吗？ 刚开始的时候，教育部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解释说，蔡同学的资料是应该被保护的，因为这牵涉到什么专科学校升等办法，还牵涉到什么各资法这个法那个法，最后还说是教育部的这个文书作业处理手册。我想各位还记得这一段。讲到这个呢，要提醒大家。 教育部长潘文忠已经是贺德芬老师的被告，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案子看起来完全没有动静。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台湾，当我们的法院呢要开庭的时候，他死命都要开庭。当我人在国外，告诉他说我暂时之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回去，那正常情况怎么样？那就延嘛，对不对？反正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了，而且这个案子坦白讲，蔡同学虽然。 他是是提告的人，但是他自己的案子呢，会被这个呃封存到他下台，他都不会有法律追诉权。他都已经把他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封锁到二零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号，一百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号。请问你，这个提告的人，这个原告，这个告诉人，他都不急了，请问你你在急什么？而且在一个武器不对等的情况之下，他被告他没事。 他告人，他可以，因为他有他的刑事豁免权。那我们的法院，他到底在急什么？等我回去再开庭不行吗？他一定要用这个时候故意给你塞一个理由，然后发布通气。结果除了这个案子以外的案子，不管是贺德芬老师告教育部长潘文中，或者是我们跟其他案子之间，包括张德涵呐、啊、这个相关的案子，却采取一个拖字诀，就是能拖就拖，说不开庭。 就不开庭，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在台湾的司法部分是很难有比较大的进展跟突破。但是，在英国现在是一波一波的兵临城下，所以我觉得破案的日子近了啊！在这样的多管齐下的情况之下，我不相信英国的法庭、英国的资讯委员会、英国伦敦大学、英国的政经学院顶得住这样子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势。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现在。 在英国的策略，大家还记得吗？早期英国的所有，包括伦敦政经学院、伦敦大学资讯委员会，还有他的行政法院，都采信了一种说法，就是英国伦敦大学提供在某一个年代，蔡同学的论文搞丢了。我想各位还记得这一段说法吗？在那个时候，Michael Richardson 还很酸的说：“这个叫做 ‘dog eaten episode’，这叫做。” 狗吃掉了的情节，因为英国伦敦大学在回复我们的各种询问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在1980年代到2010年代的某个时间内，因为伦敦大学的整修，还有 misallocation，就是可能是因为装修或者是放错地方，所以这本论文遗失了。当他讲了这个荒谬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就就问他说，请问。 只遗失这一本吗？旁边还有没有其他的书遗失了呢？他就没回答了。我们还问他说：“请问遗失了之后，图书馆做了什么处置呢？”也没回答。请问这本这个很神奇的书，其他人都不遗失，就他遗失。那请问你他当时入馆的记录呢？也没回答。所以这是当时过去大概差不多两年左右，我们问出来的答案，通通都是所谓的。 图书馆员遗失说，直到我们最近的一波锲而不舍的追踪，在去年的年底开始，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开始改口啦啊！最近我们得到的答案呢，叫做外部委员没有送回来说好，外部委员如果没有把成绩送回来，没有把评语送回来，没有把论文送回来，就直接证明了一件事情。 这个博士学位是不可能授予的，不管是谁搞丢，就算是外部委员搞丢好了，也不可能授予。而且从头到尾没有听说搞丢或者是任何因素写过任何报告来说明这件事情，所以答案就是，现在呢这个吹牛的场景时空已经转变了，这个有没有很像我刚才讲到的教育部的做法？ 教育部的做法就是，贺德芬老师在行政诉讼的官司上面，在行政法院打了快一年的官司，得到的答案都是，他从行政诉讼开始啊，这个从教育部要资料得到的答案，然后不给，不给的理由就讲了一大堆这个隐私办法，然后呢，在上诉这个诉院，诉院委员会，哎，一群十一群弹头学者，这些人，这些人就是典型的恶官呐。 他们都会在我们将来呢，这个留名青史。他们说讲了半天也是，哦，这是隐私，原引了一大堆办法。然后到了这个行政法庭的第一审的时候，还是继续坚持这个啊是隐私。到了第二审，突然改口了，哎，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封存，哎，但是我没有封存，误会一场，我们完全没有封存。 那如果这贺老师要的话，呢，我我们随时你要什么，你跟我讲啊，我还给你一个表格，欢迎呃调阅。这个手法跟在英国伦敦端英国伦敦大学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如出一辙？这叫做半途大翻供，这个急转弯。那为什么这么做呢？我强烈的怀疑，而事实上我们掌握的证据也显示，这背后有一个中央厨房。 各位还记得吗？这个中央厨房包括了黄伟所做的翻译、连元龙所做的翻译、万国法律事务所所做的翻译，还有刘成武所做的翻译，都把 thesis title 翻译成为论文，活生生的把 title 这个五个字母的单字给吞到肚子里去了，被狗吃了。因为没有一个学位是在缴交了论文题目之后。 就可以得到学位的，所以他们硬生生的把 thesis title 翻译成为 thesis 论文。那么巧，这几个人的英文就刚好这么差，刚好连这个字就看不懂。所以，我们手边掌握的资料显示，这整个犯罪集团在台湾跟在英国后方有一个中央厨房。这个中央厨房里面的几个人，我们都已经掌握了。 暂时先不跟各位同学说太详细，但是我们在法院的时候会一个一个，不只是传唤，而且会将这些人列为被告，将来会进行民刑事的求偿。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三年到十年之内，会在台湾，会在英国，甚至有可能会在美国。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谈一谈这个 Michael Richardson 的这一篇文章。 Michael 这篇 Richardson 这篇文章刚刚讲到了，就是这是一个前后矛盾的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解释方法。好，我现在呢就不教英文了，我直接把 Michael Richardson 在 Richardson Report 上面的这篇报道呢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享。伦敦大学更正了早先的错误的说法。 也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总统蔡英文一九八三年的博士论文啊，这个很有趣，就是说 Michael Richardson 呢，他对台湾的认知，他认为台湾中华民国现在的地位是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e x c e l 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他对于这个台湾的呃历史有很深的自己的看法跟观点啊，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在统读的光谱上来看。 Michael Richardson 就是一个在美国的主张或者是认知台湾，呃，是一个未定主权的阶段的一个美籍的呃这个这个记者啊，所以他说中华民国联邦政府蔡英文1983年博士论文在这个重组的期间，就是说在这个图书馆的呃 re-allocation，或者是说。 图书馆的搬迁，图书馆的呃重新呃呃上架下架的过程当中，被图书馆员从 Senate House Library，从英国伦敦大学总图给搞丢了。那么现在开始却承认说，哦，不是搞丢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收到这份论文。这个就有趣了。一个图书馆员或者一个图书馆或者一个学校，一本书。 是没收到，还是根本就没没入馆，还是搞丢了？竟然可以搞错！而且我要讲的是，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啊，这是一个人的论文呐、啊。论文是什么呢？论文是有收到没收到，牵涉到这个人有没有毕业，有没有学位，有没有资格，可以搞错、哦？你不觉得太好笑了吗？你不觉得这除了背后“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外，你还真找不出个理由吗？ 好，我们再来看看，在二零二二年的一月十一号的电子邮件中，他们的 data 呃 protection advisor 就是他们的这个资料保护中心的主管 Susie m i r w e a t h e r 这个密尔威勒女士说，伦敦大学从来就没有 publish 从来就没有发表过，或者是从来就没有出版过。 从来就没有出版过这篇论文，因为大学没有从外部口试委员，就是 examiner 这边收到论文的 copy。这个 copy 很多人把它翻译成为副本，其实不是 copy，就是一一一个一本，我们就叫做 one copy，就是一个 copy。a hard copy 就是一个实体啊，所以他没有收到。再来，他说，嗯。 他说：“这个是一个比这个山区的山路更蜿蜒的故事当中，这个 Mearweather 呢，他承认没有收到论文，而且把这个责任呢推给了 Examiner。他说 Examiner 没有记，所以我们没有收到。这个更增加了究竟是谁是这个所谓的错误的外部口试委员。” 这件事情更增加了伦敦大雾当中的另外一个谜团。这段广告马上回来。这段广告之前呢，我们要来一段，就是要来看看，嗯，为了生计福利社。 好，老板被通缉又得欧米克，现在正在卖这个围巾组跟帽子组，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好，进段广告。 震惊，关不了，关不了。震惊，Michael Richardson 这几天很嗨，在遥远的西方，不断的发这个新闻，在他的 Richardson Report 上面，几乎是两三天就发了一篇，表示他现在在英国的部分谍有斩获，而且士气很高，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已经兵临城下，第一道门已经被我们打破了，打穿了，现在他们退到第二道门。 而第二道门的锁法跟第一道的锁法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他们现在在死守第二道门，第二道门很快就会被攻陷。到后来擒贼擒王，我们要来看看在英国这一端的贼窝到底有哪些贼，在配合蔡同学这个犯罪集团的演出，马上呼之欲出。其实我们的名单都有了，现在是要让他们站出来承认，他们这些在这个幕后造假的，包括有台湾人，有英国人。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跟四十八万英镑，当然绝对不止四十八万英镑，那只是被抓到的钱金而已。那这些人跟这些事情有什么关联性？是我们现在要全力追的。好，Michael Richardson 的 Richardson Report，他在他的这个呃稍早三天前的文章，就他今天又发了一篇，三天前这篇文章说。 拒绝透露论文审查员，呃，他讲的审查员就是我们翻成 examiner，应该叫做口试委员。拒绝透露蔡英文的这个论文口试委员身份的这个蔡英文啊，他是说这个蔡英文曾经吹嘘说，这个审查这个 examiner 叫做口试委员曾经想要给他两个学位，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有非常高的水准。 蔡英文他说，他早年在一九八零年代就读伦敦政经学院，而这个学院当时呢没有颁发博士学位的这一个呃能力，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个 authority，他们没有这个可以颁发的权柄。除此之外，蔡英文的 supervisor，他的 advisor 就是他所谓的指导教授 Michael Elliott 很特别，他不但没有博士学位。 连硕士学位都没有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形。好，那么为了弥补伦敦政经学院颁发文凭的资格上的不足，所以伦敦大学根据蔡英文的口试结果，颁给了蔡英文博士学位。而这个口试呢，据称是1983年10月16号颁发的。刚才 Michael Richardson 讲的这一段是在做前情摘要。 背景说明大致上是要说，不管是伦敦政经学院也好，伦敦大学也好，前前后后，呃，掰出来的一个一个局，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再来，根据在英国的伦敦大学的所谓 regulation，就是学校的呃博士规则啊，上面说到，所有被口试完毕、被批准审核完毕、确认。 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都要被装订交给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伦敦大学的图书馆以及高等法律研究院这个专门搜集法律相关论文的图书馆。所以三个地方一定要有。但是现在这本神秘的所谓论文，从来就没有出现在。 这三个图书馆的任何一个的书架上，大家听好喽，从来没有叫做 Never received。我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号到二十号亲自跑了英国的伦敦这三个图书馆，除了伦敦政经学院的那个图书馆当时很神秘的封馆让我无法进去之外，伦敦大学的 s e n i t House Library。 还有伦敦政经学院，还有伦敦大学的 I A L S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高等法律研究院，两边的图书馆我全部访问过，而且全部录影存证。不但录影存证，我还把他的同学的论文借出来也录影存证。这些呢，呃，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在英国的行政法庭的我的这个作证的过程当中已经揭露了。好，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图书馆呢，从来这三家都没有上市过这样的一本奇怪的论文之外，它呢也没有出现在呃大英图书馆 （British Library） 也不曾出现过。除此之外，Sandy House Library 正常的情况之下，它要去制作一个叫做 microform，就是 Sandy House Library 在收到这个论文的时候，它要把它拍摄下来。 做成一个微胶卷，这是早期，呃，没有什么电脑，然后没有办法，呃，scan 或者是没有办法保存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复制，也没有云端的情况之下，他们就用拍摄下来的微胶卷。这是 s e n i n e House Library 应该要做的事情。然而，以上所说的每一件事，仿佛不存在蔡英文的论文，别人都有，就他没有。 实在是看不过去，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们一个总统呢？每一个毕业生都有，就他没有。好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这个蔡英文同时返回台湾，开始在伦敦啊的这个论文，这个就是没有人去在乎这件事情，而就在台湾开始教起书来了。最后，多年之后，蔡英文的职业道路不断的在他的职业上面不断的攀升。 就进入了政界。二零一一年，他为了要参与公职，所以他就开始到伦敦大学寻找他被遗忘的论文。他的题目，那个时候他自己说了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为了温故知新啊，很多新同学可能不知道蔡同学一共讲了几个论文的题目。好，来我们做这一个有记忆的人，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来看看蔡同学自己口中说出来的，他笔下写出来的，一共有几个论文题目。我的论文的题目就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我的论文题目就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做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在我那个年代，我的论文题目就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好，一个人哦，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讲了四五个不同的论文题目，还写在自己的这个到正大去应聘的履历表上面。才刚刚毕业不到半年，又写了另外一个。你你说这该怎么办？好，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 Sunny House Library 它内部的电子邮件显示，这个论文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搜寻，但是就是没找到啊。他给了一个结论，他们认为这是图书馆搞丢了啊。这是二零一九、二零二零年跟二零二一年的前期我们所得到的答案。另外。 蔡英文他在二零一二年，他这个没有赢到这个总统大选，呃，第一次输了。好，那么开始慢慢有人去了解他的背景，开始有人去谈到这件事情。在二零一五年，蔡同学呢，他曾经在这个 Senate House Library 对于。 他就开始去，有人去找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 Sunny House Library 开始进入了第二次的深度的搜查。这一次，这个图书馆内部的电子邮件显示，他们从来没有收过这个论文。那论文没有丢，大学也没有丢，而很奇怪，这些讯息一直被保密。 直到蔡同学当上了中华民国总统，这仿佛是一件没有人可以探知的秘密。直到被林怀强教授、被贺德芬老师，还有一名街头艺人三个人在二零一九年的七月份开始联手拆穿，才造成了今天三年后这一连串离奇的人生命运的转变。 二零一九年在竞选连任的时候，台湾很多学者开始质疑伦敦政经学院的论文，其实也没有很多啊，选前比较多，选后就没了。那些质疑的人可能一方面忌惮于蔡同学的淫威，另外一方面像泄了气的皮球，就再也提不进来，就啊算了算了。可是就是有三个，呃，锲而不舍。 吃饱太闲，没事干，是暴跳海某司请奏的学者，一路追到底，追到今天。伦敦政治学院的官员在各种保密的情况之下呢，他们所做的事情显然不如伦敦大学，因为公众越来越多对于这个呃幻影泡沫般的论文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呢，他们就呃各种各样的询问都来了。好，同时。 伦敦政经学院，呃，的这个大家希望这个蔡同学能够拿出他的论文来。于是，蔡同学在二零一九年六月份，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谈判跟僵持，蔡同学他提供了一份没有装订的副本，而这份副本看起来像就是一个手写的这个一般的草稿，它有分页的问题，有注脚的问题，有手写的问题。 还有一些问号。好，接下来呢，一连串的风暴，这个论文一度成为蔡英文竞选连任的一个议题。但是显然呢，在对手方面弱到不知道该怎么样接，也不会接这样的一个球，就让这一个掉在地上的冲锋枪生锈，完全没有派上用场。 好，回到了这个 University of London 伦敦大学，这个论文还是找不到。然而学校呢，他们对外的答案就是说，可能是伦敦大学在某一个年代图书馆搞丢了，但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三个图书馆都会被搞丢。接下来呢，大家是猜测说，哦，是不是 s e n n y House Library 的图书馆的馆员搞丢了这份论文？越来越多的公众。 提出各种各样的讯息，透过自由信息法的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要求学校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所有的回答都是不能够曝露 examiner 的姓名啊，因为这会造成隐私权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攻防，在英国的 tribunal court，在英国的资讯办公室。 一直举证说，格达费的儿子，他的考试的主考官的名字也被揭露，所有人都被揭露，为什么读读蔡英文不能？但是始终公布下来，他们说不能就不能，他们说这是秘密就是秘密。好，这件事情呢就被一状告到了英国资讯委员会办公室，在 ICO 调查的一段时间当中，这个伦敦大学就回应了。 对于这个不见的论文做了各种各样的回应，他们呢在第一次攻防当中，他们给了一个错误的讯息，这个讯息是谁编的呢？是伦敦大学的数据保护跟信息的经理，叫做 Mr. Kit Good，他编了一个谎言，所以这个 Dog Eaton 呢始作俑者就是 Mr. Kit Good。 which is very very not good，他怎么说的？他说大学图书馆的这个原始的这原本啊，是在呃这个副本呢、啊，是在一九八零年代的中期到二零一零年代之间某个时间点搞丢了，或者是呃放错了，所以在这个期间之内呢，图书馆。 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这段时间之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没有迁过馆，什么都没有，所以不知道他这是从哪里掰出来的讯息。那么，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把蔡同学这本神秘的论文带进了另外一个阶段，叫做遗失说。现段广告。 马上回来。 震惊，关不了，关不了，震惊。好，这个图书馆遗失说，就是 Michael Richardson 所讽刺的 “dog eaten” 被狗吃掉的说法。他的始作俑者得无后乎的始作俑者是谁呢？当时是怎么说的呢？来，我们仔细的回到历史的文件。这个人呢、啊，就是 Data Protection and Information Compliance Manager。好，这个人是英国。 伦敦大学的 Data Protection and Information Compliance Manager, University of London，这个人叫做 Mr. Kit Good。Kit Good 呢已经离职了，而且 Kit Good 在去年九月份离职到现在，一直没有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他现在的工作叫做在家里蹲。他在他的这个嗯 Instagram 跟脸书上面都留下他目前自己在家 self。 呃、um,，employee 就是自己请自己，就是自己吃自己的意思。那一个博士学位，一个拿有博士的人，在英国伦敦大学做了十年以上的 data protection and information compliance manager，怎么会沦落到匆匆忙忙离职，然后回家自己吃自己呢？这个不知道，留有无限的迷思。好。 當年這個Kirk God說了一句什麼樣的 Good 他說 The original copy held by university library was lost or mis-shelved. mis Sometime between mid 1980s and 2010s 就是在一九八零年中到二零一零年的某个时间搞丢了。再来，Over which period there were numerous structural changes to the library？在这个时间当中，一九八零年中到二零一零年这段时间呢，在图书馆当中有很多的结构性的改变。Numerous structural changes to the library。 这个 Mr. Kidgood 也真的是太会掰了，这个也是一个掰王啊。他说，一九八零年的年中中间的中，到二零一零年代的某一个时间点，因为可能是 misshelved s 或者 lost，因为这段时间图书馆经过很多的装修跟改变。那我也走访了英国伦敦大学的 s e n n y House Library，我也问了。 那个那个几个楼层的图书馆，我我是不确定里面的东西有没有有没有什么从这边搬到那边。但是这一栋 building 作为 Sunny House Library 已经三四十年了，一直都在那里啊，可能 more than 四十年。所以我不知道他它也没有搬家，那有没有书架搬来搬去，这我不知道。问题在于，书架搬来搬去，怎么搞的？只有一本论文会遗失，你再怎么搬吧。 请问你遗失跟从来没收到，missing 跟 never received 是一样的吗？图书馆员讲得很斩钉截铁嘛，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更何况你不是只有一本诶、欸、你应该是有三个地方诶、欸、都丢了。那另外，Sunny House Library 要负责做这个 m i c r o f o r m 他要去做这个所谓的微胶卷来储存。那 Sunny House Library 的微胶卷呢？ 也丢了，这太不可思议了！英国丢了，台湾也丢了，蔡同学家也会受处理，这我觉得不知从何讲起。那么这就是当年的 Dog Eaton，他的出处就是这个 Kid Good Data Protection and Information Compliance Manager，他的说法就是 Lost or Misshelved。 在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二零二二零一零年代这段时间，numerous s t r u c t u r e change to the library，这是他们一直以来过去两年的说法。好，我们来看看 Michael Richardson 的这篇文章说，说他说 ICO 竟然接受了 k i d Good 这种虚伪的一种陈词，而且维持了学校拒绝来透露这个论文。 考官的名字的这一个所谓的个人隐私的理由，这是在过去两年中我们一直在英国的资讯委员会到处碰壁的两大原因。好，接下来这个诉讼呢，跟着呃信息的这个审查法庭一直往上上诉，新的法官叫做 Sophie Buckley 啊，那我跟他见过面，他认得我，我认得他，我们透过 Internet。 在空中见了面，这个苏 Sophie Buckley，Sophie Buckley 这个法官呢，他竟然也接受了 ICO 所谓的伦敦大学图书馆遗失说，认为这是事实。所以呢，现在 Michael Richardson 向上级法官提出了新的诉求，因为伦敦大学跟伦敦证经学院自己推翻了自己在法庭上的供词。 他们说：“哦，没有，不是搞丢的，是我们没收到过。所以现在呢，正在等着上诉的过程中。好，另外，嗯，在这个同时，另外有一个台湾裔的美国人啊，有一个两个人，有一个知名，一个不知名，向 Tribunal Court 提出了第二次上诉，导致了这个 ICO 再一次提供了。” 伦敦大学有关于图书馆搞丢了的这一个说法，就是 Michael Richardson 在上诉的过程中，伦敦大学的回应是：这本论文在一九八零年代到二零一零年代搞丢了。这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因为另外一位美籍华人向 Tribunal Court 提出的另外一条线的诉讼，得到的答案也是。 图书馆搞丢了，现在很简单，这两种说法在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都被英国的行政法院、被英国的咨询办公室给接受，但是现在活生生的在两个月前打脸了，因为好，这个 Hazel Oliver 法官，他呢目前新的一个看法是，他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这个说法不对，这 Hazel Oliver 法官接受了论文从来没有给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个法官终于醒了，这 Hazel Oliver 呢，他终于认定了，他觉得这个伦敦图书馆的大学伦敦大学图书馆搞丢的这个说法看起来是不可信的，因为我们提出证据问他说，那 microform 呢？其他图书馆搞丢了。 三个都搞丢了吗？所以这个法官脑袋比较清楚一点。这个、Hazel Oliver 说，他不认为这个是图书馆搞丢了。这个说法呢，跟伦敦大学刚好相反。在 Michael Richardson 的这一篇文章的最后，他说，他说这个 Judge Oliver 说。 我们接受大学最初提供的论文丢失或者搁置错误的这个解释，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原始论文没有目录，也没有 m i c r o p h o n e 好，那么正如上面所解释的，从证据来看，论文的副本确实可能没有被这个呃 examiner 提供给图书馆，而不是丢了，或者是呃放错地方。 Oliver 法官的这个裁决，显然导致了 Susie Mirwether 他的新的声明，因为伦敦大学被打脸了，伦敦大学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说法，也就是 Susie Mirwether 也说他们从来没有收过论文。那现在既然这样子，伦敦大学已经更正了他在电子邮件当中的一个欺骗式的陈述，学校。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出正式的公告。另外，这个 Millweather、well、把责任从图书馆员身上，把它转移到了外部的口试委员的身上，这凸显了这个伦敦大学长期存在一个系统性的掩饰或者主动欺骗的问题。最后，Michael Richardson 说，这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 核准蔡英文的论文博士口试跟论文的主考官到底是谁？这个主考官在评估了蔡英文的论文之后，他到底说了什么？这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我其实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根本就没有这场口试，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六号《Beautiful Sunday》。 的这件事情，因为没有这场口试，所以就没有主考官的姓名，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论文交回 s y n e y House Library，或者是论文过或者没过的任何评估报告。答案就这么简单。说一个谎，要十个谎来圆，每个谎言都充满漏洞。中段广告，马上回来。 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好在英国端呢，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回转，不只是法家弯哦。我想就在这个 Michael Richardson 的文章当中说的，他说就像山路一样的崎岖，简直就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过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形容渐入佳境，而在英国伦敦端呢，则是不断的说谎，被拆穿的第一道门。 现在退居了第二道门，这对我们这个来调查论文门的宇宙正义学院同学来讲，确实是渐入佳境。可是对于在英国端不断说谎的目前的情况，我觉得是雪上加霜。他现在快要守不住了，所以纷纷跳船。好，我们来看刚刚呢，我们所提到的，他在两阶段，一开始说是被狗吃了 （dog eaten），被我们一直攻，攻了快一年多，真是一把辛酸泪啊！你知道那种。 不断的上诉，Michael Richardson，还有我们在英国端还有一些朋友，还有林焕强教授，不断的在海外一直上诉，一直找争点。你知道写一份律师状要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多少钱吗？他们就是这样子前仆后继，一直攻，一直攻，被打脸。一会儿问你是哪里人，一会儿说你凭什么来问我们这个有关于隐私的事情，然后用隐私把你挡回去，然后又说你 vexatious，说你无理取闹，受尽各种屈辱。 得到的答案是，这一本图书在图书馆当中遗失了，所以 Michael Richardson 说这叫 “dog-eaten scenario”，这就是个狗吃掉的这一个情节。我们锲而不舍，继续往下追，终于让英国伦敦大学的这一个狗吃掉的说辞，被英国的行政法院还有 ICO 给彻底打脸了。我们来看看它的原文是什么呢？啊。 这个原文呢、啊，应该是说，a second appeal to the information review tribunal by a Taiwanese American led to the ICO again offering up U.S. false speculation about librarians losing the thesis。所以呢，这个说法被推翻了，图书馆员搞丢的说法，在我们的这个美籍的台湾人一次、两次、三次的攻坚的情况之下。 This time, the deceptive speculation fell short, and Judge Hazard Oliver accepted that the thesis never was submitted to the library, contradictory to EOL's assertion. Uh, contradictory to um, EOL's assertion, 这个原文是什么呢? we accept that the explanation originally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that the thesis had been lost or misshelved may not be correct as there is no catalog nor microform record of the original thesis 你们说这个东西啊,伦敦大学啊,说这个搞丢的说法,啊,这个法官呢, 认为这个可能是不对的。这个法官叫做 Hazel Oliver，在行政法院的法官。他说：“这个伦敦大学说搞丢了这个说法，may not be correct，可能不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microform 也没有，catalog 也没有，所以法官 Oliver Hazel Oliver 呢认定这种说法应该是不对的。” 但因为行政法院不是刑事法庭，也不是民事法庭，它不是牵涉到真的很激烈的诉讼、赔偿或者是认定谁有罪谁没罪，它只是在看双方在行政程序上是否应该要做适合法律的一些作为跟解释，所以他的判决呢也是比较 soft。所以这个法官呢，他叫做 Judge Hazel Oliver，他的说法就是比较 soft。 他说，伦敦大学认为 “lost” 或者 “misshelf” 的说法，may not be correct，可能不正确。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既没有 catalog，你也没有 microform，所以你三个地方都要掉，是不太可能的。这是英国伦敦大学在过去两年中不断的撒谎，现在踢到铁板，因为英国的。 这个行政法院已经很明白的讲，你这种搞掉的说法简直太搞笑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英国的伦敦大学，他有本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立刻改变了说法。啊，严格讲起来，大概差不多一年半前，还信誓旦旦的说，由这个他们的资料保护跟法尊主管这个 Kit Good，还信誓旦旦的说。 在一九八零年中，中间的中到二零一零年代的某一个时间，他用的是 two thousand ten，然后加 s，就在这段时间之内搞丢了。这个谎可以撒一年半，让我们在海外的团队吃尽苦头，到处去证明那里没有狗，没有 dog eaten 的这样的情节是不可能搞丢的。我还亲自跑了一趟伦敦。 去看看这几个地方，你怎么可能一把火一把野火烧掉三个地方的东西？终于啊，像秋菊打官司一样，这个一步一脚印，锲而不舍地逼着法官 Oliver 认为英国伦敦大学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因为 microform 也没有 c a t a l o g 也没有，目录也没有，围胶卷也没有。那你告诉我。 是怎么搞丢的呢？所以啊，这从头到尾真的充满了艰辛。这个法庭呢，这个 Oliver 呢，也是我到，呃，在美国我长途跋涉，跟另外的证人一起，跟这个 Judge Hazel Oliver 见了一面。然后我还把我在当时对于我亲自去访问所得到的那个 Never received 跟 Lost 是不一样的，Missing 是不一样的的那一段。 再呈给他，告诉他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做了这个访问。大家这样的努力之下，终于有一点点的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一年半将近两年，伦敦大学撒的谎，被英国的行政法庭给重重的打脸说，说这不可能。你掉了，那请问你的 catalog 在哪里？你的目录在哪里？你的 microform 在哪里？ 英国伦敦大学的这个两年的法夹弯的转弯，其实跟台湾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各位还记得吗？教育部在第一手答复贺德芬老师的时候是怎么说的？说蔡英文的资料生等保密一百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号这件事情，是根据台湾的好几个法令，所以这是依法行事，把这个封存作为机密，这不是针对蔡英文个人，是一个普遍性的。 我们来看看当时朱俊章在教育部，还有潘文忠在教育部，还有在公听会前前后后历时了将近一年，他们的供词都说这样的封存到一百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是于法有据的。来，我们听听这段。第四个部分啊、哦，刚刚特别回应委员提到的有关保密的一个相关规定，我们在处理好。哦 教师呃送审资料，我们是依照教师资格审定办法规定，好、哦、要进行保密。那我们援引的法规是行政院文书处理手册里面有关一般公务机密的规定。那一般公务机密，它有涉及到行政运作以及个人安全隐私的资料是，是是可以持续的做保密。所以我们过去其实超过三十年，哦，三十年保密时间到，其实我们是在续。 在蓄于保密，所以我们针对送审资料都持续保密当中。好，刚才各位听到的只是在立法院，还有在这个公听会的情况，在行政法院，贺德芬老师状告到行政法院，在士林的福国路开庭。我还没有出国之前，我每次都去。好，那在这个开庭的过程当中，第一次开庭在高等行政法院的时候，呃。 教育部的律师还在那边辩解说：“哦，这个封存是于法有据的。他根据这个法，根据那个法。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开玩笑嘛，什么教育部的手册都拿出来。哎，手册可以盖过所有的国家机密吗？国家机密最高机密才三十年呢、哎。这个教育部的一个手册可以无限期的封存呢、啊？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我还开玩笑说，我还抱抱健康手册呢。我想。” 这个我们宇宙真心学院的老同学一定记得这一段对话。结果到了第二次开庭、第三次开庭，来个大翻供，说什么呢？说一场误会，我们没有封存，我们没有没有没有，搞错了。贺老师，你要什么资料？我们给你，还吃了这个狠狠的吃了贺老师豆腐，在那个庭庭上还说，我我们我们这里有表格，你可以申请，看你到底要什么资料啊？我们不会封存。 这真是太可笑了！一个教育部在法庭、在国会殿堂公然反复两种不同的证词，不需要负责任吗？你因此造成多少诉讼上面的时间、精神上的浪费，你们不用负责任吗？未来几年，这些事情一笔账一笔账都会算。今天贺德芬老师状告教育部部长潘文忠的这个案子，到了法庭又不见了。 我们在那边苦苦的等，好，没有关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总不能把这个案子给吞到肚子里吧？总不会变 dog eaten 吧？你早晚要面对的，丑媳妇要见公婆的，我们等着你，这只是教育部的第一个开端呢，后面还有很多人可以告哎，除了教育部之外，还有国家图书馆，还有入出境管理局，还有外交部，还有内政部，多得很呐、啊，慢慢等吧，这一场司法改革。 这场司法革命的列车一旦启动了，它是不会停的。好，我们来看看呢。This is a note。昨天讲了一个怪事，怎么可能在一本真正的论文当中打字还出现绿色的字？就是整本论文是黑白的嘛，出现个绿色的字，而且是纠正这个刊物的时候出现的。今天呢，我们要再来看看，在七十四页。 上面数来第七行，又出现了打字机坏掉的现象。七十四页上面数来第七行最右边，最右边是一个句点。可是每次这台打字机呢，在句点后面，它就歪掉了，就歪楼了。这个句点的后面竟然空了一个字，空了一个字母的间隔，什么也没有。因为说，如果今天这是一个。 两头对齐的打字机没有错嘛？这是两头对齐的打字机，它已经具备有电脑的功能，就是它会自动运算，把这个字间字距呢平均分摊到这一行里面的字距，所以会让它这一行的左边右边仍然是对齐的。可是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就是当右边最后一个字是一个句点的时候，它把句点当成两格，所以。 它在平均分配的过程当中，就会使右边的据点的旁边硬是空下一个空格来，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大家来想想，这到底是什么样优秀杰出的打字机会打出这样的字？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要分享的是《传道书》第三章二十二节。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世上喜乐。 因为这是他的份，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这个这个呃他的生命当中，在在这个地球上，在地上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在他所经营努力的事业上面得到了回馈跟喜乐。他说，因为这是他的努力，这是他应得的份。但是所罗门王享有一生的荣华富贵，在死的时候两手空空，他的感慨是。 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他的事业上的满足跟收获，这是他努力所应得的。但是人一死了以后，谁能够让他回来去看看他原来的那些事业的版图，那个不可一世的天下呢？答案是这一切都是虚空。祝大家平安喜乐，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见。